Hello，这支影片是做给我们付费的会员，说、so, 当你给了钱买了这个付费的配套过后，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去 Learnaby 那边去 click log in。So after 你去 log in，你就放你的 email，还有你的 password，then 你就可以进到你的 My Courses，叫做 My Courses，所以你就点击那个 form 你要的课程，说、so, 比如说你要参加这个课程，你就去1点到2点是免费和公开的，说、so, 你要参加这个课程，你就去 click 这边参加免费直播。说、so, 当你参加免费直播，你就看到下面这边有 Register Here，Register Here 就是你要在这边报名。所以你应该会问，为什么我已经报名，就报名多一次？其实这个报名是跟你报名是有一点不同。你上次报名那个是付费的，OK？这次报名就是要点人数，要点那个 attendance。说我们的老师要点 attendance，说在这边你是 as a 报名 to 点 attendance，说你就不用怕，你就 click 这个 register here，你就填你的资料，你就 click register now。说当你 register now，你会收到这个讲说哦，congratulation 你成功被报名了。OK，说你就你看到那个时间咯，6月11号哦。说、你就成功报名了咯。说、so, 当你成功报名了过后，他会有一个 email 哦，send 去你的 email 的，他会有一个 email send 去你这个 email，讲说哦，你看我成功报了名啦，所以呢，恭喜你成功报了报名了。说、so, 到时候呢，你就去 click 这一个 link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当天的前15分钟也会再 send 多一个 reminder，都通知你。说、so, 你首先要做就是，当你要 register 的时候，你 register 这个的时候，你记得要把你的 email 填对，因为你的 email 填对哦，我们才可以寄去你的 email，这是第一。第二是，你还是要 make sure，如果你觉得说我的 inbox 我没有收到你的 email，你就去那个 spam 那边。那我们不是有 spam 的吗？你去 spam 那边哦，我们的 email 有可能不小心去到那个 spam 那边，OK？说、so, 这个就是免费的咯。说、so, 你假设我参加了1点到2点，我付费的哦，我也是要参加付费的课程。说、so, 付费的课程你就在这边2点到3点，你就 click 这个。说、so, 付费的课程是2点半到5点半，sorry 啊，2点半到5点半，刚才讲错时间。说、so, 你就去 click 这个，点击此处参与付费直播，你就 click。说、so, 因为你第一次 register 了嘛，所、so, 以你第二次 click 的时候哈、哦，它就不用你再点人数报名了，就直接 click 了过后看到这个蓝色的东西，就是对了啦。所、so, 以总而言之呢，当天呢，你要参加那个直播的话，你就去 click 这边，你就去这 click 这边，then 你又再去 click 这边 to register here，then 你就 register 你的资料。当你 register 完你资料，你就会有一个 email send 给你，所、so, 以你就到时候你就跟着这个 email click 这个 link 就可以了，这个 link 这个长长这个 link。或者是当天前15分钟，我们也会 send 一个 reminder 通知你，说你一定要确保你给我们的 email 是对的，因为有一些观众他给的 email 哦是少了一个字啊，确实是错了的，这样子他又收不到 email，他又来怪我们，那我们 check 一下，哎呀，老板你 send 的 email 有一个少一个字嘞，说、so, 记得咯，你 key in register 的时候你的 email 是要准确的，OK？那你在付费的话，你就去 click 这边，你 click 这个，说、so, 是这样子简单。说、so, 那个你讲那个课程回放啊，let's say 你讲我没有时间参加直播，我要参加 replay 怎么办？那个回放，说、so, 我们的课程回放通常会在2天到3天之内会做出来，也是会放在这边。说、so, 比如说我们的直播是6月11号啦。说、so, 我们宋老师表演完毕了过后，他就我们的 intern 就会去做那个 video 回放咯。说、so, 应该是在14号、13、14号，总之是在14号之前会把回放放上来这边，也是同样的东西在这边。那你就可以看到，连那个PPT 呀、PPT，因为老师会准备 PPT 嘛，通常宋老师他都是会。到最后1分钟，他一直要加这个改这个加这个改这个，所以、so, 通常他的 PPT 是在当天，webinar 前，
一两个小时才会给我们的啦，通常啦 based on 我们的习惯跟宋老师合作，因为他觉得说有新的东西要加要 update 啊，他就一直 update 等到最后一分钟才给我们 PPT 咯。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 PPT 也是 upload 来这边，所以到最后就是你总之你有什么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你要去 Learnerbe login， 总之你 login 然后去 my courses 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有、直播的那个 link，有回放的那个 video， 还有那个 PPT 的 slide 也会在、这边出现。 And then after that 那个、我这次做的那个 video 会放在那个 sales page 那边，所以、我会把那个 video 放在这边， so that 因为很多人也是问同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就把 video 放在这边下面， then 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回去这个 sales page 那边看那个 video。 OK， 谢谢。